大家好，下面是我们兄弟连加号系列课程第十九讲算术运算符的第三个作业的讲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面啊，说是根据这个天数啊，这里有一个示例说，比如说46是吧，来计算这个周数啊，一共有几周，和如果是有剩余天数的话，要计算出剩余天数是多少，对吧？然后天数呢，我们可以通过呢这个键盘进行输入。OK， 还记得我们那个 scanner 吧？记得。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怎么来实现啊。好，我们打开这个家庭作业，我们新建一个 homework 是吧？对。homework 三对吧？对。three。OK， 我们把这个标题啊复制下来，然后 id plus 打开 public class 对吧？对。三。好，public static void main 对吧？好，这是我们的主方法，然后我们来注释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计算周数对吧？计算周数，我们把这个题面给大家复制过来。然后呢，作为注释放在这里。OK， 我们在这首先我们需要通过键盘输入，还记得吧？要经过导包对吧？对 ，import 对吧对 ？Java 下面的 util 点 scanner 对吧？这个包导进来。OK， 我们呢实例画一个 scanner 的对象，哎，然后这边是 system 点 in 是吧？对 ，OK。然后我们题面是输入一个天数是吧？哎，所以呢，我们在这可以做一个提示吧，做一个提示，哎，输出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请输入一个天数这个值，对吧？对。OK， 天数输入完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哎，比如说叫 days， 好吧？好。那我们这儿呢，就用 input 点 next int。通过这个方法来接收你输入的这个值，对不对？对，哎，然后呢，得到这个值以后，我们要计算这个天数一共有几周，应该怎么算呢？就要这个天数模拟七，天数模拟七是吧？周数我们应该叫什么？天是 weeks 对吧？一共有几周对吧？是不是天数去除以七对吧？哦，不是模拟啊。是除以七就是取整嘛，对对吧？对，取整这个是啊，就是求出这个什么周数，求出周数 ，OK， 求周数。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一共剩余多少天，我们叫 day， 剩余多少天用什么 ？days 模拟期。对 ，days 在模拟期，对吧？这是我们求出这个。剩余的天数，OK， 好，这就求出完了是吧？然后我们再输出出来，然后呢是，我们提示一下，输入的天数共 days 对吧？对，再加上啊，加就是一个连接啊，连接一个字符串啊，我们先这么用啊。您输入的天数多少？然后呢，共多少周？共这个，哎，这个加上 weeks， 然后再加上一个周，是吧？逗号啊，加一个逗号，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从这边写啊，剩余多少 ？day 这个天是吧？对，加上一个天。OK， 好，我们 Ctrl 一编译一下，然后再 Ctrl 二输一个天数，有多少？五十吧。走，共七周，剩余一天，对，是吧？七七四十九嘛，对吧？七七四十九天啊。然后这个剩余一天没问题吧？没问题。OK， 我的问题。好，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作业的第三讲啊，第三题啊，给大家先分析到这里，谢谢大家。威哥在手，天下我有，下期再见。